老师，我们是不是认识一下？我们这一次舞蹈很感谢钟老师，平常练习时间只有一个礼拜一天，这一次为了我们表演，好像好几天都在辛苦的练习，那我们学校自正的那个奖品，学校很感谢钟老师，还有所有刚才与会跳舞的社区妈妈们，还有我们的小朋友，你们那么辛苦的为我们这一次的表演好来做练习。 那也今天有这么精彩的演出，尤其刚才这三位那么专业的表演，真的让我们大开眼界。那学校有一点这一个家长会会长高雄校长要给他们有一个这个典型的一个心意，谢谢钟老师，谢谢所有你们的那个表演的人员谢谢。